尊严的同时，打从心里尊重对方，建立起价值外交的新时代。我们把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好变成更好的样子。赖清德、萧美琴阵营释出最新宣传影片，还放入萧美琴驻美期间演讲画面，诉求台湾与世界接轨。尤其近几年数据更看出台湾持续向前。经济学人不管是从民主发展的角度，不管是从这个经济发展的角度，台湾可以说是这个非常亮眼。什么是教纲的台湾兵？继承海洋民族的精神，与世界并行，成为世界的台湾，成就一个更好的台湾。从评比数据说服选民，七年来走在正确道路，承诺赖萧佩会领台湾稳健前行。美德美德美德，美德美德美德。部分区立委候选人抢着跟双母鸡合照宣传，赖清德、萧美琴不只要拼总统胜选，12号下午合体部分区立委名单，拍影片冲刺政党票。美德赢台湾，抢救王义川。特别 Q 出部分区候选人王义川，这也成为浮选新轴线，抢救王义川大兵，全台大车扫，全党狂催政党票之外，也拉台区域地方小鸡，不止持续打空战，赖萧佩进入巷战模式，选前一个月至少狂扫全台两圈，陆空战双管齐下，不容半点松懈空间。三选陈月朱淑君台北报道。